汉堡简笔画。先用铅笔勾画出汉堡的形状，画出一个半圆形，画出上面的面包，画出蔬菜叶和中间夹着的肉肉，画出下面的面包，用黑笔描边，在上面面包上点出黑点作为点缀，用橙色填充上下面包，用黄色填充中间肉肉，用浅绿色填充中间蔬菜叶，汉堡就画好了。